他们都甚至提议总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台湾省体育总会第三届的全国代表大会。我们今天哦来的成员很多，因为我们台湾体育总会里面呢、啊、有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还有四个议长，还有台东市长、花莲市长都是我们，还有十个议员都是我们体育会的成员。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哦，我们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还有我们连江县的陈冠仁县长会亲自到，而且还有台东的市长、花莲市长都亲自到。我明天在基隆要办一个全国武艺展演，所以他们今天来开全国代表大会，明天顺便一起出席。因为我们基隆啊，在全国20个县里面可是，全民体育的领头羊。也非常谢谢谢国梁市长大力支持我们办理这活动，明天有6500人参加全国的武艺展演，希望我们基隆市的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观看全国各种跳舞，包括土风舞、延吉舞、太极拳，还有排舞，还有柔力球，很多很多的项目，希望大家一起来运动，身体会健康。感谢全台各界全力来推动台湾的体育发展，透过多项体育盛事与活动，一起来推广体育，并活络体育产业，带动各地的生机与发展。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